国民党立委补选部分的名单出炉，党内提名审核委员会确定呢，由现任的彰化县长卓伯源，还有行政院副秘书长萧嘉琪投入彰化县以及台中市的立委补选。国民党啊，这一次啊遭受这么大的挫败啊，那我是一个国民党员，那如果说啊在未来呢啊县民啊需要我啊继续服务啊，或者是啊党呢？征召我来在任何一个能够为国家为地方为彰化奉献的地方呢我当然是会全力以赴但是目前因为程序还没有完成我不便对将来的具体的做法来表达意见。卓伯源表示，等到中常会确定通过之后，到时候会再对外说明。至于南投县，由即将卸任的南投市长许淑华投入选战，还需要提报本周三的中常会通过。至于苗栗县，目前锁定公馆乡的前乡长徐志荣。屏东县方面呢，则是这一次在县长选举当中败选的简太郎，部分区立委苏清泉以及前立委廖婉如都曾经被点名，不过呢，这些都还没有定案。